哎，respect，当然这也是 respect 的意思，但是卓哥今天跟我讲了，我讲了一下那抱拳礼的由来，这是我的能量，我有能力，但是我把它遮一半，遮住一半，表示对你的尊重和尊敬，以和为贵，respect。我有一次在法国，我拍了一部电影叫《刀》，陪观众一块看我那部首映礼。后来看完电影了，我从第一排往后走的时候，所有的法国观众站起来，冲我做这个。哦，哎呦，当时我那种感觉真是，哎呦，我值了。真的哇，砰，这就是这个姿势的一个意义。我觉得他们都挺中国的，虽然他的旋律说唱是舶来品，但是他们内心都是，涌着中国的血液。